好搭哦、啊！今天的我们今天两个的样子实在太搭了。我要退后，我太小，你太小只，我太大。哎，各位歌声满天下，所有的好朋友以及我们的方宇主持人，大家午安。你今天是什么？我今天哎，好，大家又看麦，今嘛今天请安呢，等你。哎、欸，那我讲快车小姐，等下要卖便当，即摆中昼拄好，大家吼，食饭时间，嘿，敢若腹肚会枵，拄好来食便当。哎、欸，不太像，不太像吼、喔嗯，让大家猜猜看。那个快车小姐，哎、欸，对哦、喔，哎、欸，搞不好是快车小姐。哎、欸，蛮好哦、喔，这首歌嘛真好听。哎、欸，电梯小姐，有像哦、喔，上楼电梯，上楼电梯，下楼，十二楼有换赠品哦、喔。请到我们歌声满天下方宇节目、哎對對對，请到姚思美。欸、我也在三楼里啦，我在三楼里啊，不用到十楼哈。我来摄影棚，我们在三楼而已啊。谢谢，我直接请来感谢咱杨惠杰杨老师了哈。在这段这么长的时间内底吼，拢安排足侪很优质的学生，因为老师每次来到现场的时候，他都会。哦、包括你没有来到现场，是你的学生运动会特别安排一再叮咛。哈、哦，你来去方宇遐唱歌的时阵，哈，爱唱啊好啊，哎，爱心中哦，是一定的。因为方宇给我们这样的平台，许多的歌唱团体、爱唱歌的好朋友，包括许多的、歌唱的一个算是班级，都能够有机会在这个节目里面发挥、最重要是方宇特别拢介绍足侪好物件，因为这些物件拢是咱日常生活中用到的物件。啊，不管是食的也好，保养品也好，啊是咱在用的，啊个阿公阿妈在炒菜的物件，好、啊个来保养的、养老的，伊拢介绍完全足齐全的，包括我的囡仔，拢爱就穿爱穿你的袜啊。两个儿子都好喜欢，都很爱这个袜子哦，就是除臭，然后呢非常的透气，这个是运动的小朋友最喜欢的。哎呀，那老师你拢食啥？你讲食啥？哦，当然是康卡少散。哎、欸，啊，迪迦呀，迪迦。哎、欸，我今嘛无自入性行销，不过给他请来讲这嘛，就特别嘞哈。不过这个东西真的是要上节目时候要表演的时候来一口。真的是有润喉的效果，而且让你整个肺部的感觉很像清痰、然后呢会化开，然后你等一下声音就会好多了。有一次哈，我记得很清楚，老师有一次开车开到阮家门口，是就讲方宇较紧较紧，我讲老师要紧什么？伊讲唔是啦，我等你吼、要紧哦，有一张讲话，结果我今天的声音有一点状况。哎、欸，今天有一个非常大的场合要表演，对，哎、需要一下一点点来润喉的东西。这管都造出来啊！这管一定要去方宇家求救。那今天同时也是要带来一首好歌啦，好啊，带来给方宇来介绍，好不？好，还是我讲。老师做准备。今天这个节目实在足欢喜来参加，所以我大家拢无想要回家呢。所以今天大家都不回家。这首歌叫做《今天不回家》，谢谢。